我就是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人，我就想要当个废物。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。花灯初上，光小姐们走出户外，将在露营实境节目登场。现在班底林心如、杨锦华、郭雪芙将在同台，在新的实境秀经营宠物友善民宿。林心如私下饲养贵宾犬。杨锦华也是时常po出跟宠物的相片，郭雪芙则是猫奴，其他卡斯曝光超华丽。我不晓得我老公怎么来找我演鬼，对，为什么？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我以为是一个仙女什么的。在许富祥导的国片中尬一脚，许久没露面的陈意涵献出首次在台实境秀。其实丈夫过去执导《十六个夏天》，她跟林心如交情颇深，不止两位女神合体。演唱《十六个夏天》片尾曲《以后别做朋友》的周兴哲，暌违九年后也将再度跟林心如合作。Good boy, good boy, 小潘。私下对爱犬肖邦疼爱有加，不仅工作时带在身边，这次也将跟毛小孩有许多互动。除了周兴哲，另外还有华灯初上饰演刑警阿达的张广成，26岁的男星陈浩森，三帅作伴，主题围绕宠物，带给观众疗愈。TVBS 新闻和张雅红听台报道。实境秀应该忙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